西班牙瓦伦西亚的火节是举世闻名的节庆，大型人偶被民众放火烧掉，也象征把往日的霉运通通扫去，同时也把节庆活动带到了最高潮。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看，同时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吴凯文，祝您顺心平安，我们再会。欢迎收看国际财经脉动，给您不一样的财经资讯，我是吴凯文。美股重量级指标脸书因为被质疑个资不当外泄案利空冲击，加上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，引发道琼等四大指数重挫拖累。西班牙瓦伦西亚的火节是举世闻名的节庆，大型人偶被民众放火烧掉，也象征过去的霉运通通一扫而尽，也把节庆活动带到了最高潮，带您快来看看。感谢您收看国际财经脉动，我是吴凯文，我们再会。